选举最后40天，状况会比较多，还是诚恳拜托所有的人民，大家务必要冷静。无论你支持的对象是谁，我们要展现台湾的民主风度。在香港已经完成了他们不可能的任务之后，台湾更要让世界看到台湾成熟的民主。不过这个同时，我觉得治安单位、警调单位也应该全力的去侦查事实背后的真相，给人民一个安心。所以人民要冷静，这个警察要用心，这个是我对这个事情最大的一个期待。主席有提到他在立院的一个想法，就是他想当立院的院长的部分，对这个有什么看法？人因为梦想而伟大，但是要看人民会不会同意。谢谢。那明天韩国瑜要回防高雄，来帮八个候选人站台，你怎么看？他直接回来高雄就上班就好了，不要那么麻烦。谢谢大家。